婆婆婆婆，哥来了，他说马上就到，我先去接他。啊，你哥来了都不说一下，家里菜都没有。我也是刚知道，那我等会去接他，顺便去菜市场带点菜回来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拿点钱去，多买点好菜回来。婆婆，不用了，以前跟哥出去买东西，什么都是哥给钱。你也知道是以前，现在都成家了，哥过来就是客人，哪有让客人付钱的道理？拿走，快去。那行，谢谢婆婆，我先走了。哥，在这呢，在这呢。你在家等着就好啊，怎么还跑出来了？我刚好没什么事，就过来等你了。行吧，上车吧，我们先回去。哥，家里没菜了，我们先去买菜吧。买什么菜呀？随便吃点就好了。你家里不是种了很多菜吗？哎呀，家的蔬菜都吃腻了。婆婆说了，让我去买些你爱吃的菜。好，那你等一下。那你把这个。哥，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欢吃什么，我们就买什么了。好，那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哥，你不喜欢吃海鲜吗？我们买点虾。好啊。老板，一起算一下，一共85。啊，好。我来付，我来付。哥，我来。跟哥还客气啥呀？老板付了哈。36。哥，这次我来啊。你就不要跟哥争了哈，哥来。老板付了哈，我们走，赶紧走。哥，你好不容易来一次，让你付钱多不好啊！你跟哥客气啥呢？以前也没让你买过单呢。哥，你来就来，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啊？哎呦，又不是给你一个人的，走，回家带路。好，婆婆，我回来了。大舅哥，你要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？我好准备，结果还麻烦你。有什么好麻烦的吗？我正好路过，顺便过来看一下你们。那以下你比你哥留费点，我去做饭。好，阿姨辛苦了。哥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哥，来吃点水果。妹妹啊，我看你婆婆对你挺好的，你过得好我也就放心了。嗯，哥你放心吧，婆婆和慧慧都对我挺好的，虽然我们没什么钱，但是我们一家人健健康康的，我也觉得挺好的。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呀，咱爸妈也放心了。见面有聊不完的话题。对了，妹妹，你婆婆菜做的怎么样了？你去帮帮她吧。好，我先去看看。哥，你先坐会儿。微微酒意阵阵，欢歌笑语。婆婆，我们今天用这个做菜。去哪里？哟，以霞，这锅挺好看的，还是彩屏的呢，跟我们以前的 DVD 好像啊，是吧？这是我哥精挑细选带过来的。婆婆，我们先做海鲜大咖吧。好。后追不敢慢慢走回家，就这样虚度着年华。没牵挂，只有晚风轻抚的脸颊。这是最完美的一天啊，你也知道吗？如果可以不那么复杂。诶，这个手柄还是防烫的嘞。再做一个烤肉，选煎炒模式。哎，以霞，你这个锅加的很快呀，油烟还小。是的，这可是 IH 电池加了的，你看这还能分期加了，防止烤糊呢。那这确实是个好锅呀。是啊。大舅哥吃饭了。阿姨，我来。不用不用，你是客人。阿姨，做这么多菜吃不完的。没事，慢慢吃。哥，你不是喜欢吃虾吗？多吃点。你也吃。好，哥，以后在家请客。妹妹，你平常没什么事，在家要多帮帮你婆婆。哥，我知道了，多吃点。来，大舅哥多吃点。好，你们也吃，一起吃。哥，怎么能让客人洗啊？我来。没事，这个是使用进口涂层的，很好清洁，一擦就干净了。确实也擦得真干净。这个就留给你们用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哥，你要不在这里多住两天好了。不能，妹妹，我最近公司也挺忙的。哥，你一个人开车慢一点，到家里给我发消息。我知道了，你们回去吧。不用送了，你们回去吧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好的。雨霞，走吧，我们回家吧。
妹妹，看你过得好，哥我也就放心了。我在那个茶几那个绿色箱里放了10000块钱，你拿着用，对自己好点，彼此不能发现。虽然你嫁出去了，但你还是咱家一份子，是我们的牵挂。是谁遇上的样子太温柔，容易骗。雨霞，这个钱我们不能要，虽然你们兄弟感情好，但是我们不能要这个钱，你哥他们也挺辛苦的。嗯，改天我跟慧慧回去看看，再把这个钱还给我哥他们。好，